成绩这个跟前面练习那个蛮像，只是说我们学生成绩打开来，里面的话就是姓名、国文、英文、数学。那我们之前的做法就是什么？把它放在四个串列里面，然后再做处理嘛。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要放在那个四个串列，我希望放在字典的话，那怎么放？哦，刚同学刚好就有问到啊，其实方法很多个，你也可以怎么样？前面这个放在 key。后面这三个放在 value，然后后面三个你可以怎么样把它逗点隔开嘛？啊，如果你要抓 value 的时候，里面有三个乘积，那里面抓到之后，你自己再去切就好了。OK，可不可以？也可以啊。OK，有没有 key 就放姓名，然后那个 value 就放三个乘积，需要的时候抓到再切，这是一个方法。啊，第二个方法呢，要不你就怎么样放三个字典。第一个字典是姓名国文，第二个字典是姓名英文，第三个字典是姓名数学，可不可以？也是可以啊。OK，那至于哪一个方法简单了哈，你就用哪个方法就好了。反正呢哈，能解决问题，不要出错，都是好方法。OK 哈，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怎么写。首先第一个。我要能够把这个下载，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你看我们之前也下载过了，下载成 CSV 好了。OK，那下载完之后的话呢，我们的档案基本上呢，会放在那个下载格式里面的 CSV 哈，应该已经下载过了，所以你看我这边已经下载刮胡三了，等于已经下载3次了，那所以这边太多个，这几个我把它删掉了，我们把它留下来一个，留下原来这一个。那学生成绩的话哈，按右键开启档案，里面就是这些啊，当然了，特别注意，你现在点开来，CSV 嘛，哈，如果是乱码的话，那表示它是 UTF-8。如果它不是乱码，那应该我之前有另存过，所以按右键开启档案的一个记事本，我之前有讲过了哈。如果理论上呢，从那个 Google 下来应该是 UTF-8，好啊，不过 UTF-8 你用那个 Excel 开一定会乱码，我把它改回来好了，用这样子 OK 哈。然后呢，我需要怎么样？把这些资料开起来之后，丢到字典里面，然后再把它 print 出来。哎，这地方该怎么做？哈，首先第一个哦，我大概 demo 一下，各位看一下。反正做完就类似像这样。哎，把刘小华的成绩为后面三个几分，哦，这三个，然后后面加一个分。啊，其实啊，也不困难。首先我的做法一，先产生一个空的空的字典。然后用 F 等于 open 有没有？这个前面都写过了哦。把这个位置 CSV 嘛，哦，这一串其实就我的那个下载路径里面有那个档案，然后用 R 模式把它 read，产生一个 F 物件。那这个 F 物件呢，哈，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点 realize，把里面的东西全部读出来。那接下来哈，我可以，当然我是建议，如果你不太懂，我可以我逐一来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 print 把这个 list print 出来，你会看到读有没有读取成功呢？哎，读取失败，为什么？因为哈，它预设是用 CP950，因为是微软的环境，是它的环境，所以呢，你 CP950 如果是 NSI 不用，那这边后面如果是因为我们档案是从 Google 下载，所以是 UTF-8，所以你要跟他讲说啊，那我的编码方式哈，encoding 哦，编码方式呢？用什么呢？用那个 UTF-8 的方式，所以你这边打一个 UTF 1-8，这样就可以了。OK，其实这样，然后把它读取进来，然后看一下。OK，哎，你会发现哦，读进来的东西就长这样。那你会发现哦，它开头哈，再把它读一下，我把它放大，这样。那你会发现开头会有一个这个符号了，这个暂时先不用理会它，因为它档案开头会有这东西，这个不影响哦。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什么姓名？哎，所以第一笔资料零的时候呢，它就是它的栏位名称啊。最后后面会有个换行，再来刘小华，哎，最后一笔，哎，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放在字典里面会比较简单？我刚刚讲过两个方法，我们先用第一个方法，我把什么呢？把它的这个名字放在 key 里面，把后面这三个放在它的 values，这个 values 里面。OK，哎，那做法哈。就底下这边，那我的做法是这样，所以呢，我要把它写到字典的话，第一个呢，我需要怎么把它怎么样呢？跑一个那个
回圈这个地方的话，跑一个回圈，那这个回圈的话，分别哈，从 B 开第0个嘛 ，OK， 因为第0个是那个栏位名称，所以从1开始到它的总长度 ，OK 哈，所以一，哎，这边就 B 开那个第1个栏位名，到它总共有几个，那它一定会到前面了，因为从0开始哈，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我就把这里面的这个资料把它做 split。 哎 ，split 就是把抓到的这个资料哈，第几个，其实就是这个栏啊，把从这个刘小华开始，然后把它切割，切割的中间就按照逗点去切割，然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切割完之后丢到 list2里面，如果list2里面的第1个0的话是刘小华，他的1的话就80，8，3，8，等等，0，1，2，啊这是3对吧哈？ 3的话会多一个换行，所以如果说当然比较细心的话，还是要把换行拿掉。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切开来之后放在 list2。好，所以特别重要 list2里面。那所以呢，如果我要把哪一个当 key 呢？也就是把那个姓名，他的名字刘小华有没有？也就是把这个刘小华哈，那我的放法这样，就是把刘小华有没有切开来的吧？这边都切开来了，然后把刘小华放在哪里呢？ 放在它的这个 DIC 中括号里面，它是当 key 啦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放什么呢？放这些东西，并且要避开这个东西。哎，那写法的话哈，其实就是这之前好像有写过，就是用 strip 把什么有没有串啊？我串那个后面第1个乘积，第2个乘积，第3个啊，中间用逗点，哦，那并且把第最后一个的那个换行拿掉，就是加一个点 strip。 后面加个换行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后哈、啊、就可以把那个我们字典里面放的东西把它 print 看一下，哎，这个 print 第3个哈、啊，就是把这个我看看 print 加中括号啊，这个我注解的把它拿开好了，然后这个 print 就我不要 print， 我就最后把那个写到字典里面的结果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 ，OK， 哎，你会看到。 大括弧了，来嘛！大括弧里面的话，它开头 key 就刘小华，然后它的乘积3个，张永华它的乘积3个。那如果你需要它里面的乘积3个的话，你就怎样读进来之后再把它切开来，放在3个乘积个别的变数里面，其实就可以取出来哈。所以呢，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最后哈，我如果希望呢看到的结果是长这样的，就是什么？ 谁的乘积是几分的话，好不好？刘小华的乘积啊，刘小华的乘积为后面这一串的话，那当然很简单的方法，我可以怎么把 key 跟 value 切开来，把 key 放前面 value， 这有点像刚刚那一题一样啊，所以我就把它用什么啊 ，this keys 就是它的名字部分，把它用这个 DIC 点 key 把它转型到放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全部的名字。 这个得到的结果就是全部名字后面有3个乘积，好，啊，我们可以怎么样 ？For i in range 一样哈，从这个0逗点，如果你不加，其实也 OK 了哈，加不加都没关系，就是一个一个逐一的输出。那谁的乘积为几分的话，那就是把什么，我们这个 list key 带过来 ，list value 带过来 ，OK 啊。如果你假设还是不太清楚这个里面内容的话，哈。 我是建议你干脆用 print 了哈，这个 print 其实就一目了然的，里面放所有的名字，就复制过来 ，OK 哈。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 print 把它的 value 哈，把它 print 出来，啊，你底下也可以逐步再慢慢去观察就 OK 啊，就把它执行，你会发现，哎，这个有没有？这个东西哈 ，list keys 其实就是指的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嘛，有没有中括弧嘛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那这个 list value 呢，就是所有的乘积，但是是3个逗点，下一个乘积。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就是用 split 切开来就可以了。好，所以最后的话呢，我把这个结果呢，如果要谁的乘积是几分的话，那我再跑一个回圈，再把里面的资料呢哈逐一取出来做输出，那你会发现谁的乘积是几分。 OK， 好，就长这样，啊，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不过你会发现，这些最重要的哈，你还是你要熟悉2个东西，第1个串列，第2个回圈。
所以串列跟回圈，如果你不熟了，以后你怎么取资料？啊，因为都是一堆资料嘛，所以这用来用去都是这一些这两招。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所以串列、回圈，好 ，OK。那今天只是说在串列跟回圈里面呢，加上字典 ，OK 哈。那以后的话，可能就又会再加一个东西。下一个单元是再加个什么？再加一个资料库。OK， 所以哈，每一次都会加一点新东西哦。所以啊，你要学好学会哈，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诀窍，就每一周每一周哈，啊，你前面的东西都要很踏实的，就是学会并且熟练，那你就有点像爬楼梯啦，一层一层往上，好，你又晋升了。所以今天多了一个东西，叫做字典。OK， 好，没有多多少东西，就是一个字典。好，如果你今天可以把字典熟悉，以后哦，你要去接网络来的东西就会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OK， 因为它过来你就接到就好了嘛，然后再把它切开，用串列分别去处理。所以串列然后再回圈，大概这些东西啦。所以前面如果你熟悉啦，我想今天的东西也应该可以很快可以接得上。OK， 那当然如果你前面的东西还是似懂非懂，我建议齁，回去再花一点时间吧，就没有别的诀窍了。说真的，我觉得要把这个东西讲得太简单不可能，最重要是你要回去再多的演练你就会了。应该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好像像这种程式应该没有速成的方法了。OK， 好，试一下哦。所以请各位试着把刚刚我讲的，另外如果你实在有一些重点不太清楚啊，很简单，你就分别去 print 里面的东西，把它 print 出来看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了。所以这个 DIC 里面就是一个大刮胡，然后这个转型成 key 就是把所有名字放 key， 转型成 value 就是里面所有的成绩啊，最后再利用什么？利用那个一个回圈配合一个 format， format 我们前面有讲过，像九九乘法表那个地方，就非常好用。一个九九乘法表用配合 format， 哇，程式变得非常的精简。所以我还蛮强烈，我一直推荐各位一定要把 format 学好，原因在这里。以后的话，你有一串东西你就可以怎么样，把格式跟变数很快分开，资料丢进去就好了。我觉得 format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用了，有些地方如果不用 format 真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写才会简单。OK， 因为你串来串去还要转型，那如果你用 format 就不用去管那个转型的问题，也不用去管串接的问题，只要给大刮胡就好了。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我刚刚写完的程式云端上也有一份一模一样的，我印象中应该是放在第41页，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41页有我刚刚写的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说我在这里面没有加 print 啦，你们自己如果要输出的话自己再 print。 还有就是说那个 open 的那个路径可能要自己改一下，我这个是好像放低碟底下